我和我的好兄弟庞伯特又来了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计划呢，属于接发球的一种训练。首先呢，庞伯特会发出一个左侧下旋球到我们的反手位，对方是会搓到我们的正手位，然后我们再去回搓一板，找机会去进攻。等到对方劈长了以后，我们正手有一个抢拉，随后呢跟着一个正手位的一个半高球。这个计划是我通过庞伯特 Halo 自编组合里的这个功能去为大家实现的。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去设计这个套路的。我是在这个自编组合里面去点击进去以后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组合参数，左右是去负责管这个球发在我们球台上哪个位置的，速度是代表这个球出来的一个球速，球速越大，你看这个球的弧线相对也会越长。这个远近呢，大家可以理解成去调节这个机头的弧线的高度，然后旋转当然是越强旋转就越转。根据这边有一个这个过网高度，可以比较直观的看到我们球出来的一个弧线。我还是不太放心的话，可以点这个单球测试，咱们这个黑肉就会吐出一个球，让你看一下这个球具体是什么样的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庞伯特 Halo 发球机是可以摆放在球台侧面的，这一点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发球机都是做不到的。你要知道专业教练都是站在球台侧面喂球的，这样训练效果更好，更加贴近实战。庞伯特 Halo 的三个摆放点位能够完美模拟出你能遇到的所有球路，轻松设置，一键保存，而且 Halo 移动起来非常方便，一只手就能轻松拖动摆放入位。庞伯特 Halo 全新升级了精准微调功能，打开这个开关，每一个参数比如旋转啊、速度啊，都有至少100个档位可以调节，非常的精细，能够精准调出你想要的任何球路。临近双十一，庞伯特现在正在搞大促活动，大家可以趁这个时间去入手，非常划算哦。